火锅一样。啊，对，没问题的。好。帅，是在录我吗？干嘛？是在录你啊！大婶，你能不能别走？是录我，但他们都说你喜欢我。我不喜欢你。干嘛？先不。会喜欢你还是什么？他没有。怎么啦？辛苦你了，你要干嘛？你妆化了吗？我化了，我去头发。我在拍花絮啊。还没有弄头发，头发弄好你再拍我吧。我能跟你合作吗？那天头发什么都没有，我的还有一个到咱们下去了啊。我们两个能合张照吗？还有一个了，原相机。我当时，我说好，在录像。在录像。哦，我也在拍照。抱在那边沙发上吧。我觉得你是我的正脸，好吗？拍我左脸。走了，出门。走了，出门了。来，我们上床了。啊，解放了！你不下去了吗？我去备采间等着。走了，阿姨妈的。一个神秘，其实现在也不神秘的一个嘉宾，会跟我们的师姐有一个合作，对，希望大家持续关注。还有就是可能啊。在准备我自己的音乐会，想把更多更好的一些作品，然后会给喜欢音乐的熊仁心，还有我们36位成员的一些观众们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走进剧场，不光是从电视上面或者从杂志上面看到我们，也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剧院看到我们的另一面。说近况的话，我像我面临的就是马上就开学了嘛，减肥，马上就开学了，所以。现在主要是调整一下学业，把歌学一下，学了几年忘掉了，作业补一补。对，补补作业，马上开学了，我要继续的努力去把自己的专业搞得很棒，因为现在还刚大三，还有2年就要毕业了，所以说要把自己的对，那学术嘛，所以要把自己的专业搞得怎么说再稳扎一点，然后接下来在面对接下来舞台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更有自信，或者说更能把自己所学的东西展现给大家。然后让大家更多的去关注，音乐剧和歌剧。走进剧院并不是只有我们个人的36人的剧院，而是面向所有世界的这样一个文化和音乐氛围。